大家一起支持倒叙协奏曲。我的角色就是叫 Leo 啦，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公的，偏向小男人的。我太太 Lydia 啦，咁就想离开香港，咁就去咗龙岛生活，山长水远移民咗过去，但是遇到很多问题啦。现实中似唔似你自己？小男人啊，即系当你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时候，就小男人啦，系啦。但有一啲你觉得要原则上面要坚持住，咁就要争取翻啲嘢咁啦，系啦。